界最经典、最洗脑的旋律，原来就是出自于这个地表上最庞大的乐器管风琴。但是呢，在台湾啊，相对来说，要能够接触到管风琴的机会是很少的，能够驾驭它、演奏它的，自然也是超稀缺人才。声音呢，就叫做鼓风的声音。这个鼓风的声音，就是这台管风琴的生命肺活量。要透过这个鼓风，让这个风能够传送到音管。当我手弹下琴键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哇，这个弹是很震撼哎。身材很纤细，结果要操控这么庞大的一个乐器，当时接触到的契机是什么？一开始是在教会，因为没有一个乐器有能够像管风琴这样能够展演非常温柔的安慰人心的，但是又能够弹奏非常磅礴气势的。因为教会的需要，我开始投袭进来。那我觉得我只要是坐在管风琴上面，我就特别的自在，就是你会找到那是你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天命的感觉。对，大家一定要认识台湾最重要的管风琴呢，就是台北国家音乐厅以及高雄威武营。台北国家音乐厅的管风琴是一个非常具有机械式跟历史文化涵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管风琴，弹起来会比较重。高雄威武营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就是亚洲最大的管风琴，我会觉得它就是非常非常现代化。国外欧洲来说，其实教堂配备管风琴算是比较常见的，对，就是国民乐器。好，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么大一台乐器平常怎么练呢？其实现在你看到的就是电子版的管风琴。那其实它的构造跟我们在两厅院啊、卫武营看到的，其实还是有很多是复制过来的同样的构造。简单来说，我们的管风琴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按键，它叫做音栓，功能是控制音色。所以我们会有小喇叭的音色。啊，右脚帮我按一下这个，对，按对，然后，小喇叭的音色，或者是弦乐的音色在这里，这两个吗？对，按下去，然后就是，所以这些按键控制的就是音乐的颜色。那三层是为什么？因为啊，管风琴它有太多的音管了，所以它的音管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所以你换层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环绕声音跑来跑去。哦，再来是脚也是联动影响。对啊，所以脚键盘也算是键盘嘛，但是它控制的是比较低音的、比较宏伟的。这个对，猜。
是一个终身小精灵，手忙脚乱，手脚并用，为的就是要对控制这么多的音管。每个场地他们可能配备的管风琴的设备啊，模样都不一样，所以呢，变成。小姨，是不是你平常练习的时候脑海也是要一直去想象？对，基本上我都是在家里用模拟的方式去想象，所以事前做的功课就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弹这个乐器最我觉得是最难克服的地方，因为乐器不在我们身边。是最基本的，常常我们看到音乐家巴哈或是一些管风琴家会有这个画面，有两层，然后有点高度，然后脚有一个长音，手它有十个手指头，可是脚要用什么去弹？要用什么去弹？脚尖跟脚跟。脚尖跟脚跟，对。哦，为什么要脚尖跟脚跟？因为要让它音乐连起来。的管风琴从一直惊艳惊叹到后来我已经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在我们自己台湾让台湾的人也对我们自己文化惊叹。我们今年的亮点就是继续在科技跟管风琴上面的结合，很多挑战应该是你们首创过去没有见过对不 对,、对，包含那么大的一个乐器，因为它其实灯暗下来之后我们视觉看过去其实是黑黑的一片，对，但是你们透过那个投影技巧就哇，应该没有看过有人在国家音乐厅打光雕。没错，我现在又把古典音乐跟其他跨界的领域结合，我想的都是长久的累积，不管是在软实力或者是文化上面的深根，绝对不是只是做一个晚上的展演或者是做演奏。现在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演奏家其实是在进化变成了一个艺术家，把美好的东西留下来，创造一个更有艺术价值的一种软实力，这也是我的使命。琴都是量身定做的定制款，就如同每个演奏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姨以管风琴作为媒介，持续在艺术世界探索各种的可能性。如果你也想一起加入行列，记得随时关注管风琴家与小姨的动态。那也感谢您收看这集幼家的异想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